你感觉现在自己是哪个古代人物？我是。他是杨过。唐山赵子龙。你这应该是古代那种贵公子穿的衣服。是吗？还是那种？你有点像那种特坏的那种二公子。二公子。您是？我是王。哎，你看一看我流光头好不好看？你美术生，我再给你 P 一下。偷 P 掉，偷 P， 太别了。还挺帅的。这头套把眼睛给帅飞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本来眼睛是这样，我现在眼睛变成。这样，但这两种头发还挺好玩的。我觉得这菏泽是往这菏泽有点跑偏了。自从齐鲁出武将，阁下岳某岳京城人士，敢问阁下是？莫非阁下就是京城岳少爷？不才更在下敢问公子。有样有样，鄙人何得李之光？李之光，退下，尔等小贼！您这是登场的李公公，你问我西城算什么东西？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。请问公子有何贵干？公子正在潜心攻读，请勿打扰。你给我念一下你的书上啥字儿？干什么？读第25个。干啥？哎，给你自己看来。看不懂吧？只有真正这个啊，有学问的人才能看到这上面的字。无字天书，心中有数，你怎么看他，他怎么看你，你怎么看他就怎么读你。公子正在一心求学，请这位古代如何称呼女孩？这位红袖佳人，且让我夫人。孙主人，他叫啥？喵喵。喵喵，你叫翠兰好吗？喜不喜欢这个名字？妹妹叫翠兰吧，妹妹是女的。这个男的叫二柱，你叫二柱。他害怕，他发抖，他没见过这个年代的人。还有 WiFi，WiFi Network。
属性啊。哎，哦，过呀过呀过呀。进来啊，来回去了啊。该吓尿了，尿我手上了。再见。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家做客了。爱听往边上凑，怎么要蹭蹭了？可美的哦！啊，黄了，黄了，那个坐好，坐稳啊！坐好，扶稳，你的车上发车了。二柱，你台词就有“二柱”两个字吗？优秀的演员。所有的情绪都在这两个字里面。